这头驴其实好大呀，这一定是大，哦，咱把干家事找，哦，你看来是比较听话，哦，不太是找你的，哦，真我一个，啊，继续干，两个钱，干家事，这是其中的一个，后边，后边还比较小。 瘦的，我们正用着。这咱们是点，就是往里堵了吃，顺着。这样省劲儿是吧？省劲儿慢。慢。哦。哎呀，这个锤子。 没见过，咱以前不是有，以前是有，我觉着这厂里基本上真正的做鞋的是吧？我说这做是吧？我40多了是吧？最少最少的得30多年，我亲自见的。你是拍摄的？是脚底喽。你，我也这个。三毛六十，他俩。那俺俩是海拉哥。 你看那个在走地上，脚底还卷。加把劲儿，给你这个招了。因为啥？今天中午咱吃肉，好美，这干的。这泡面也，那是用着排骨吃，这西红柿吗？嗯。八种的。 因为烧鸡，好了。哎呦，砖头里面是怎么回事？大一块砖头，是一块砖头，不结哈。 嗯，没，现在对。哎呀，老六上，啊，咱们这应该能以前那个小区里那个地方，嗯，俺那个小区里那个地方，那个不知道，那也不知道，那咋整？啊，我那个砖头吧，在那里边都好长时间了，从那前一关，有的活的就是混过，就是掐着还有东西，从那边疼，不掐上那种你能感觉，啊，一有感觉完了，一接上一疼，你就过来了。 是，会说一声。这大蹄子，看老师傅啊，老师傅，抻溜蹄子了。你找找日照，不是光找那蹄子，行了，把老师傅脸照照。他脸皮的薄不行，他那得。
转一翻，人家的上班人都看见了，都知道了是家里妻子了，得上班看亲戚的。到底是到哪地方？把豆顶上更着啊，那都翻了看。这个梯子还有个洞。应该是裂了，你看没有？下边裂缝啊，裂缝的。这么大，不舒服。这边再拆一下，不点。给他弄得舒舒服服的。插一刀啊。对，那个靠我这边那个，对，多弄点钱，没事，空皮了，皮大，皮子大，皮子尾巴小，去的，尾巴小，弄这里，你看，尾巴小，老弟啊，换了他吧。老板还不过来了，嘴皮疼的一直在哆嗦。老板给钱，两一下。今天怎么？辛苦了。去掉尾巴吧。就他一个了，他说。把尾巴去掉。今天给你去了，他嘴巴去喽。这头驴大，棒棒糖。今天给你吃驴肉。哎。走吧，走。走吧。走吧，赶紧走吧啊！看这边舒服不舒服？想走啊。